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。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。用力或者用力爱，哪怕肝脑涂地，不求任何人满意，只要对得起自己。关于理想，我从来没选择放弃，即使在回头涂脸的日子里。也许我没有天分，但我有梦的天真，我将会去证明我们的同胞正在受到伤害，如果不能为了人民而战，那还能为了谁？向前